就一个面条吗？白面菜，快一点啊，肚子饿死了。你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鸡蛋。什么蛋？这个是什么蛋？什么蛋？这个呢？荷包蛋。荷包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什么？我叫你做三菜一汤，三菜一汤。这是什么？汤。蛋汤。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一个月3800的工资，天天就吃鸡蛋吗？就给我切点水果了。我叫你切水果，不要香蕉。表弟，稍稍